茶杯头最后的美食。继上一期的专家难度巨人格伦斯通评价演示，今天为大家演示56秒通关专家难度的月光贪杯虫，并获得 S 评价。大家好，我是阿任。开场一发蓄力弹接散弹，边观察边蓄力，再一发蓄力弹接散弹，蓄力大接散弹跟着走，格挡一个粉红圈圈后，蓄力弹接散弹跟着走，边观察边蓄力，再一发蓄力弹接散弹，再跟着走，再格挡一个粉红圈圈后，蓄力弹接散弹，进入第二阶段，向上格挡粉红木桶，接一发蓄力弹，等它下来后，蓄力弹接散弹，接蓄力大再接散弹，切一发蓄力弹，蓄力弹接散弹，连续两发散弹大后，散弹跟着走，切蓄力大接散弹，接着上跳后，蓄力弹接散弹，进入第三阶段，先一发蓄力弹，再蓄力弹接蓄力大，斜上蓄力弹，再斜上蓄力弹，蓄力弹起跳，切向下散弹加格挡，三次后先蓄力，最后再一发蓄力弹就能结束这回，蓄力弹结束这回合，通关时间56秒，评价 S。